一面，平安回来。一平安回来，老子包了包一年的家务我做哈，听到没有？我一定平安回来，回来后我还要监督你做一年的家务。我们俩心灵感应是相通的，他只是在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在鼓励我支持我。父亲膝下流感突起，肺炎逼至，想父亲安康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，但是我想不管是你还是我还是妈妈还是整个人，我们都能够在这场考验里面交出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。希望他可以平安回来，希望曾淑华可以加油。家里的老人我也会好好照顾，这是我作为妻子能做的，保护好自己，再忙记得吃饭。透过父母镜，我能看到含笑的双眼，犹如春天的花蕾，更像冬日的阳光融冰化雪。在患者面前，你们掩藏了疲惫，你们的大爱之美将花开不败，永不枯萎，将向全世界传扬我大中华的人性之美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